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黄明明，欢迎收看今天12月29号公视晚间新闻。首先要带您看中研院公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最新预测，从7月份预估的5.52%大幅下修到4.38%，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更下降到3.81%，连保四都做不到。学者认为，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欧债危机影响，全球景气持续低迷，台湾经济成长动能也因此减弱。而原本外界预期央行今天可能会宣布降息，但是在傍晚举行的今年最后一次里监事会议决定维持现行利率，暂时不会降息。中午用餐时间到，烧腊店老板正忙着剁鸭肉盛装便当给客人。老板说，以前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一天卖上400个便当都不成问题，但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，生意也跟着不好做。大约啊，差不多20%啦，跟差6年前比起来，啊，这几年是就是固定这样子稳定了。景气真的不好吗？中研院今天公布今年经济成长率 GDP 最新预测值，从7月原本预估的5.52%大幅下修到4.38%，明年经济成长率也减为3.81%，跌破4%，而这也是目前台湾学术研究机构预测的最低值。欧债啊，这个危机扩大，那造成啊，就是说全球啊，这个不止金融市场啊，就是实质的这个经济活动都受到影响，所以这个贸易的这个需求啊，就是明显的降低。虽然影响台湾明年 GDP 的负面因素不少，不过中研院认为，明年1月两岸经济协议 ECFA 调降关税进入第二阶段，明年有超过90%的早收清单将降到零关税，对台湾出口到中国有正面作用，有助于提振出口，刺激经济成长。预估明年第3季以后，经济将会缓步上升。而央行在29号傍晚也举行今年度最后一次里监事会议，并在会后宣布不降息，维持利率。记者赖淑敏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